午间新闻的现场。为了迎接2013年的第一道曙光，许多的民众都已经开始规划准备了。现在东北角风景区也特别规划了迎接曙光的活动，还邀请到了陈汉典、瑶瑶等艺人到现场表演，要带动气氛。预计当天晚上，东北角海岸的风景区可以涌入3万人以上。暖暖的曙光瞬间把黑夜带走，2013年的第一道曙光要去哪里看？东北角海岸风景区已经做好一系列的活动规划，主办单位特别邀请陈汉典、瑶瑶、叮当等人气偶像站台，要让这场迎曙光的活动活力四射。服装跟表演内容都非常醒脑，对，就是一定在冬天，就寒冷的冬天里面迎曙光，一定会让大家就是非常的温暖。除了有艺人加持，更吸引人的就是还有东北角当地的美景作陪。主办单位特别和旅行社合作，推出套装行程，打出住宿优惠，让民众可以轻松写意追曙光。各种物价上涨的情况下，假如说我们能够用一些优惠啊，让民众能够享受到一些很少的钱，得到很大的这个休闲的效果，我想这应该会有一些吸引力跟卖点。另外，台铁也表示，配合这次的迎曙光活动，至少加开8列专车，希望可以让旅客更快速也更安全地度过欢乐的跨年时光。据新闻时政张凯毅采访报道。迎接新的一年，台湾高铁制作了新年。